平凡的人能够在我们这个真的我们殊胜的道场能够来学佛，能够来发心。然后很多西安的长老法师都来见大师、拜访大师，但是陪和尚一起到现场。因缘，如果没有他们给我们开过这个因缘，但是各位青年，如果你自己没有去承担、去珍惜这些因缘，我们的世界不会这么开阔。所以呢，各位，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可以一起往前冲的。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回馈佛光山，我觉得是我就是最大的能力。当我们在青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察觉这个分分秒秒的变化，一直到了我们面对了一个永恒、一直不变的事物呢，我们才感觉到生命的老病死生。当时以后会成为儿童的周本山。在七九班的时候认识我们的同修，但当时候我觉得他不怎么样，但也会觉得我怎么样，所以我们不来练啊。大家十几岁的女生都会喜欢爱漂亮，去 shopping 去买漂亮的衣服。但是我性格很奇怪，我当时我觉得最漂亮的衣服就是黑色的那个海青。然后大家都去卡拉 OK 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听的那首歌是《如像赞》。那在这五年，在佛光青年团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青年团给了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生涯规划。的时候或许感觉起来是付出，但其实到后来获得的都是在我们自己本身自己的很多的成长上面。有时候我觉得孩子不会变坏。青年团呢，觉得非常好玩，非常快乐，认识了好多国家来的青年朋友。这个踏入我们这份无尽宝库的一个。This is amazing. This is what is most amazing, you know, about Glia Yard and Fo Huan Xiang.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We're all learning toge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Venerables. Thank you.就是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我讲解一下法传天宗的历史。Ella， 大家下午好。导演吴景啊，做讨论跟就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售卖招生。信手拈来唱供养，同等一位法轮传。